这信是不是狼自己的？你是要找狼子报仇？不用你管！你知道赵成砸死的不？狼子开了十七枪，我他妈已经打进要害了，把他活活给冻死。这条命中橙子救了，配得这帮王八蛋，我们这辈子活着都不安生。你将狗日要真想寻回嵩山那条必经之路，肯定不是找伊萨克。 老易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中午。那玻璃怎么了？啥意思？你说我啥意思？那你就进来就问这问那的，当我是贼吧？那你是啥？